Hello， 我是 Steven， 今天我来拍个狮子王的开箱文。那有看到我影片搜图的话，大概知道东西长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不看影片的话，你完全不知道它实际操作是什么样子。那在开始拆之前呢，我这首背景音乐应该还不错听吧？这首歌它是《音速小子搭档组队大赛车》里面的伦敦关卡的某一首歌。那网址我会贴在下面的。那我们今天准备来拆第一箱吧。其实两只是不同卖家买的，那有一只比较晚到，那因为有一只晚到，所以说我没有耐心等到另外一只到了之后才拆第一箱，所以我就先拆开来。拆还好，不拆还好，因为里面没有附电池，所以这样子要中途跑去买电池很麻烦。那所以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吧。它是整箱那么大的。其实卖家，这是露天卖家，露天买的。那卖家说建议用邮局送，不然这东西挺大的。如果真的用超商送的话，就只能把它那个东西原来的那个盒子给它拿掉，用那个泡泡纸来装。那我先把箱子放下，直接拿出来就好了。泡泡纸这么多 ，OK， 我就把东西直接拿出来了。锵！我想这次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吧？就是之前不是只要购买那个门票，会拿到辛巴、彭彭、蒂玛的娃娃吗？那听说还有，如果把这些。那些娃娃合照的话，好像可以拿去抽奖，抽到这一只，原本要价5000块，那我买的比较便宜一点是3700多，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怎么，算不算就是买到二手了，反正不这不重，对我来说不重要，不过算是值得啦。那它里面还有附有一些东西，我看一下。就是它的食物，我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不是肉呢？这是虫吧？可能是辛巴吃虫吃习惯了，所以比较适合它吃这个。我再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里面一个仪式说明书的东西。哦，这样有点困难呢。但因为英文，所以说我看我也不用看了。自己慢按暂停，慢慢看吧。这可能会有点不清楚。好了，说明书不是重点了。首先呢，这个它我先。我看一下，这个绳子应该是原来一开始固定它的那个盒子，那卖家已经把它拿掉了，那我也把这个拿掉。我就是要后退一点了，感觉画面不够大耶。这几位你们先下去好了，有点挡路了。OK， 我告诉你大家，它的箭子原来是装在哪里，就在这个位置。那它下面有一个电池插槽，那它这个不是大电大开的，它是魔鬼三点的。至于它是用什么电池呢？它是用这一种，就是1.5 的碱性电池，很大颗，而且一定要装四颗，光是四颗就要200块，哇，贵死人了。结果那些跑出去消费百货花钱。
然后我今天刚哦，因为我其实已经今天拿掉一颗了，我今天装进去。这电池装起来就有点麻烦了，一直拉开那个它的下面那个下面那个位置。我是不是转太紧了？大概内部是长这样子吧，哇，有点难，因为这我挖起来挺重的，光是要塞四颗了。啊，终于装好了，而每次装下去，你还要把那个盖子压下去哦。我还真怕压坏。OK， 我要准备开开关喽。我看大家在立起来的时候再开好。好，那么惨。等一下，不要急。这个魔鬼大力，真的还……好，真的会比较好。Not my dad's it.We are all connected in the great circle of life. Have you heard of the elephant graveyard? That place. 你看我在干嘛吗？ Oh yeah, raw. 啊，算了，魔鬼道我不管了。Ah, you startled me.嗯，它的我稍微摸索它一些功能，好像只有，好像只有这个，它比较有比较有反应。其余的它都是被动的，就是说它会自己动，它应该也不是手动的，帮我拍手试试看。You said it, pal.我不确定是不是跟这个有关联哦。啊 ！Whoa, really？ 拿到植物试看。他哭那么惨。Charmy？ 他真的会吃。吃完了吗？他哭那么惨。喂喂喂 ！Means no work。虽然我不知道这里面装了什么，如果我伸手进去的话。I know, huh?哎、欸，我的手，我的手。I guess so。可以把手还给我了吗？如果是这样子摸它呢 ？Yeah, I'm king. I'm gonna do whatever I want. 从侧面给他再看一下的话。You gotta be kidding me.然后它的尾巴没什么反应。Hey, that's safe. 这个魔猫如果好像不喂它吃东西的话，它只要动一段时间的话，它就不动了，除非你重新开开关。One day, I'm gonna rule the prize. 不过说实在的，这一只真的比从电视上看的话，真的还要可爱更多。它的眼睛，也是它的眼睛，但脸皮倒是有点光滑。其余的都毛茸茸的。我想，如果拿这个来抱抱的话。哎、欸，这没办法抱，正面抱，它的脚都是直的，不是软的，你大概只能这样子抱而已。那么惨？如果这样子抱的话，OK， 哦，你可以一度我十分钟了，我应该赶快去塞另外一只了。
先给你吃吧，我看你动动动动多久。他的声音都是，好了好了，他的声音都是原角色，就是原配音配的声音，这是小辛巴。那开始准备拆另外一只哦。这个可以放旁边的。I want to put Nanu for you. 这个还要更大箱，不过里面那东西很小。I need a whole zebra. 加速了，把它点开。OK， 也是泡泡纸啊！不对啊，里面我没拆开，我给他看什么？好了，大家准备看哦！锵锵锵锵，眼睛过去一点。就是母狮子娜娜的娃娃，也就是我老婆。这是有盒子的，它也是可以动的。我已经把它卸下来了。哇，它还黏着这个。我需要剪刀。啊，剪开来了！我靠，它下面还有粘着。下面它脚底下还有一些东西，必须把它剪开。OK， 他脚底下还有固定东西，所以会粘得很紧。那个我先不管了，先让大家看看整个外观吧。这一只是我一个常常帮我代购美国玩具的一个小姐帮我代购到的，就是她有一次特意就帮我找到了这个商品。那她说这只会比就是新豹很小，为什么比较一下看看？你所谓的小，少这么少，应该头还蛮是金发头的，但如果比一下身体的话，其实已经可以接近一对了。如果这样子，我操！那我先检查一下他电，对啊，看一下，再让他再多看一下，检查他电池装哪里。这一次也是魔鬼单，它是装在底下，这个底下。它原来是条弄还是 OFF 啊？不管它了。然后电池只要装三颗就够了。而且要装的电池，它怎么也是写 1.5V 啊？这样子它只……我不懂，我觉得我对电池不太懂，我只知道这是新发用的电池是特别大颗而已。先把它装电池哦。
别急别急。好，这个原一开始设定已经是 no 了，就是他已经可以送我状态。别急，我没办法装好的。它上面也是魔鬼山，不是拉链的。它的毛其实也好好摸。这魔鬼山有点难粘，我不太习惯了。好，勉强 OK。 我看一下它有什么功能哦，我是有看过影片，好像是这样子吧。啊，我没有开开关，我甩怎么走。有了，好像甩走吧。欸，这只也会说话，这配音也是娜娜小时候的配音员。I thought you were very brave. 那摸头呢？你有什么反应？我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说明书之类的。这好像是完全的手控哎。哦，附带音乐，我看一下他跟我那只娜娜到底体型差多少。他跟我的娜娜如果相比起来的话，没错，他的体型是最大的。哇，身高差比了，因为他是模仿，有点稍微仿真丝版的。失败结果，真的，金巴也是，哇，体积更小。我来做一个小尝试。这金巴已经不动了，我要重新开开关一下。你把指标远离，放。好了，可以停下来，你可以停下来了。OK。不过是，你看我不用你，哦，没事。OK, now you go. Let's get down, it's dangerous. Great roar.然后这人记得跟大家说话。Yeah, the task can hurt, but like Rafiki says, you can either run from it or learn. 这所谓的栩栩如生，就是这个概念吧。Oh, okay. 他说 OK. What was that mean? 谁可以翻译一下？我听不懂英文。No way. I thought you were very brave.可是从来都就是除了摇头以外，他不会
Pasta. Get down! 他叫你。为什么都一直放这个鱼耶？金巴为什么？你为什么就不会放？也不是，我都抱过来。其实这只上呢，它其实有另外一只相同款的金巴，但这只是算是独立的。有那么大吗？我们再靠近一点好了。我怎么有一种旁观者的感觉？ Gotta be tough and brave. 你们这一点。I'd rather marry an aardvark. We're pals, right? 就这一点。We'll always be together, right?好吧，我想要我影片已经。You and I are the toughest lions on this project. Hello， 两位可以休息啊。我大概已经拍够了。Hello， 可以休息啊，各位。我已经拍到快要30分钟了。你好像也有嘴巴，哦没有，他说话带有嘴巴 ，OK。这开关是藏在后面的前面，我又忘记了。好了，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放个 YouTube 频道，点个订阅，然后。小铃铛，我之后再会拍一些，就是坐在地球型讲话的影片。然后喜欢狮子王的话，可以加入我的这个狮子王的社团 FB 的。那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能把这个影片看完的人，就是我的真粉丝。那我想我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好了，各位拜拜啊！我已经关到电源了，我代替他们向你们。向各位观众鞠躬，谢谢你们观看这个开箱文。那我们下次再见吧。